吃好吃的喽！这里是信义区的新店麻辣锅，就在 APP 的一楼。但是呢，它的入口处是必须要往楼上走哦。虾子肉是不是？虾子肉，好了，好。我们的点餐啊是用这张券，然后他就是每次送餐送一张券给他，两小时不限次数的点餐哦。新店的酱料区、冰品区，选择蛮丰富的，鸭血、豆腐也无限吃，这个价位算 CP 值不错的。我们也特别喜欢冰品区，吃了麻麻辣辣的火锅，一定要来几球冰淇淋才对味。服务人员效率不错，点的餐也都不拖延，上菜迅速，也会及时协助收拾桌面。今天下午刚结束舞蹈拍摄的我们，点了好多喜欢的食物，准备大吃特吃。开到了。我们来涮一点肉来吃吧。哇，这牛肉看起来蛮好的哎。去啦，你现在手上还有一盘肉，对不对？对，看起来真的很新鲜啊。刚涮好的一块牛肉。Hello， 这位同学，你吃了好几块，你感觉这边怎么样？说得太棒。两位同学吃得很开心吗？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刚吃这么多口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超好。有没有超好吃之外的形容？好比说你吃了什么东西，可以介绍一下。我说你刚吃的是养生锅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然后里面还有个五十块，快一只好了。你是要点餐的吗，小姐？靠呀！我这屏幕点餐点不出来，不然不会写字了。哎，我刚才拿筷子来写字，就这样啦、啊。太搞笑了吧你？没问题啊。等一下是谁拿筷子给你的、啊？我自己拿的。哦，你自己拿人家筷子，对不对？好好笑。我觉得呢，新店的麻辣锅真的蛮好吃，它的肉都很新鲜。今天我们全力的点牛肉，非常的满意。然后它的虾子呢，也真的很新鲜，吃起来 Q 弹又劲，我超爱的。最后，我们要来吃新店喽。今天来吃呢，吃的就是彩虹蛋糕，它那个颜色，哇塞，层次分明哎。来，我亲自